云林知名团体短裤兄妹，正用温柔的吉他声伴着充满磁性的歌声，为西螺大小音乐季活动热身开场。清凉有劲，歌声嘹亮，久违的西螺音乐季，很荣幸这次可以带团体来这边表演。我一直都关注这个活动，因为我觉得在西螺大小这个这么美丽的、这么著名的地标，可以表演音乐给大家听，民众在这边喝个咖啡听音乐，其实很大的享受。从上个月5日开始，每周五六晚上，镇公所邀请云林知名歌手和乐团一起来陪伴镇民度过周末夜晚。民众一边欣赏桥下蝴蝶公园的夜景，一边听着美妙的歌声，跟着舞动打着节拍，听音乐、看月景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是，我感觉今晚有安尼，你咧讲的凉风徐徐，我感觉有淡薄啊风，然后咧，让人感觉足舒服、很清爽。我感觉咱这西岭、这个大桥、这个地区，哇，精力有够好哈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明天可以骑着脚踏车漫游我们整个的西螺镇。西螺镇长廖秋平表示，西螺大小今年70岁了，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元素，让镇民更了解自己的家乡，更爱自己的故乡，愿意返乡定居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